下面我们请，韩建次攻击。我攻击啊？那么幺八零队防守的是丁程鑫、王鹤棣、周柯宇、李雪琴。是一二三四必须得拿啊！我拿一分吧，雪琴拿四分吧。我拿二。我拿四吗？让我看看，谁是四分呢？你找我？太坏了！找我？找我？你以为我就不敢打？你打呗！你打呗！你打呗！ 哇！这不问我有一种，好意思吗？打一分。好，来，首先是转八圈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跳芭蕾呢。 准了他，你打上了他的旁边，你比的是对的，但你下手的好让我失望。我以为王鹤棣脸上有银门一棍，而且他们四个好安静。接下来，丁程鑫攻击欧阳娜娜、高瀚宇、谭健次、杨迪防守。我贴几分啊，迪哥？你贴四分，他们不敢打你。他闭眼睛也不知道谁是谁。也是哈，是不是？两分吧。 中立一点，中立一点。把它立起来，不然很容易扫到别人。对，大哥，来吧，就是你了。让我来好好检查一下。哎，头发不能乱啊！行了，鼻子都给捏塌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严丝合缝。 准备，先转八圈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。
他怎么自己在动啊？他是在动吗？哎，能不能让椅子已经停下来了？现在是一种头脑里面的眩晕。差一点点，耶！弟，你知道你打得有多准吗？正正中间，就是没人的地方。我的天，好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个还有能拿到最后一轮，欧阳娜娜攻击，下面要防守的是弟弟 ，Double D， 柯宇弟弟和泽里。好，请上场，娜娜加油！目前到现在只有我挨了一棍。挨了一猴棍，一闷棍，一猴棍。娜娜，请坐。都贴上了，谁是四分？哎呦，弟弟是四分。我都能打上都不错了。给他当头一棒。请坐。一样是转八圈，预备起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圈。七圈，八圈，好。很厉害了，纳比尼，这很厉害了，你知道你有多接近？哇，他刚要是打中弟弟，我们就输了。好厉害啊！我刚刚是怎么样、啊？你每一次指的都很准。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面前来响指，他们好冒险。因为我们的计策是我和弟弟，我和小丁分开坐，因为我们俩分值低，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干扰。你得了吧，因为你那边没有发出声音，我就赶紧过来发出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当然不能发出声音了。是不是有卧底啊？这一期。好。祝贺获胜的是180队。那么目前180队拿到20分，然后好六加速队拿到10分，这才第一个环节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到我们第二轮的比拼，叫做大腿算术。